久等了各位，抱歉。后面那个白影已经不知道出来几个了。后面的白影已经不知道出来几个啦。来，我来开个挤奶城市。什么活塞运动？我角色刚刚在抖吗？你说这样子吗？靠北，是这样子吗？是刚刚他是这样子吗？Well, very well. Then touch the taken. Farewell, Ashen One.OK， 开始啦。上下抖，好恐怖哦！哎，他自己抖，认真。灵异事件对不对？是整个上下抖。你骗人哦，真的假的？上完厕都抖掉那种，看你们的嘴炮哎！我决定我的奶要多一点新的花样了，来来来 ，rewards， 来一点体能训练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不我干，沙小，什么？干，有人直接买的，李310927，所以是我要直接做就对了，实现哦。
十下哦，我跟你讲，这种东西就是要累积来的。只有十下，应该是还好。十下，好，那个 L E E S S N G 0927购买了十下，仰卧起坐，来，这种小事，这种小事，来来来来，赶紧做。大家看到吗？这样子应该看得到吧？看没有？好，干这地板容易呢。轻松，啊，哦，好硬哦！我晚点可以下面铺个东西吗？这个真的太硬了。好，感谢你的兑换，我们已经完成了 ，complete。我再做一个交互蹲掉了。交互蹲，开合跳啊，开合跳。我靠！我也后悔了。等一下啊，五百，我先把第三个射完好不好？啊！啊，买了什么？哦，又是仰卧起坐十下，你老实哎、欸，等一下、哦，我让我铺个东西好不好？这真的太硬了，还是我在这上面做可以吗？我在沙发椅上面做可以吧？反正都是十下嘛，至少我不要那么酸痛嘛，好不好？不是不要那么痛，不要那么硬嘛，好吧？我们在这边做比较不会那么硬，可以吗？这样子，这样会太远吗？这样可以吗？咦，靠，这太软了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听到兑换的声音了，哦，这太软了，干你的 Super Pig， 啊，再十下，我跟你讲，我等一下做太累，我们直播就到这边结束，我跟你讲。放过我，拜托！我想玩游戏啊！有个机会玩游戏好吗？给个机会玩游戏好吧？
开冷气啊！干，脊椎有点痛哎、欸。不行啊，我今天要这样打了。我今天整这样玩了。啊！我看我的脖子那边好痛哦，看来是做的太凶太猛了。请各位大德放过辉哥吧。哎、欸，我们接下来要打的是哪一只网啊？哦，画面没有改的。哦，早说嘛。哦，头好晕哦！操！再来啊！好痛！哇，别生气啊，我只按错钮啊！啊，再来啊！我跟你讲，我体力回复你就输了哦。你最好趁我现在头在晕的时候干掉我、哦。还不把握机会？哎，前面那是什么网啊？是不是上面就有网啊？哎，不是哎、欸。哦，在这里。这玩萤火啊。啊，这也是哦，捷径嘛。机关不能动。机关不能动，为什么？龙行窃行时，哦，头好晕哦，干！体能训练真的不适合我，因为我会头晕。我们用棺材做好不好？你们怎么看？各种凹。那是念歇哦。好，打完了。这是什么王啊？
干好热哦，都是你们的，热死我。哎，这个门是可以开的吗？好，到了。我看，太痛了吧！干，都流汗了。哎，这个椅子啊，最爽的不是打电动，是让你在看直播的时候。我没嘴炮，我在看电影还看什么的时候，我坐这椅子躺着，然后那个它不是有一个腰枕吗？哇，顶住你的脊椎，这样子往上顶，哇，看爽。骑士戒指，太阳公公戒指，骑士戒指是啥？提升力气，哦，加五哎！我靠，加五力耶！装备要穿弱一点的，银骑士。哇，整个都要改弱哎，亡命。6.3，北方头盔，好，来吧。等等，是打什么王？扯一个，啊哟！啊，我干嘛闪？哎呀，哎呀！你还在那边变魔术，变魔术！我靠！我敌人在你面前，你还在那边变魔术？
哎呦，干什么了？向太阳公公祈祷。好、哦，这可以砍吗？哦，不能砍。龙形气形石，楔形石的。梯子很有用。好，打王，我能不能先去引火一下？都没体力了。这里是引火吗？哦，对哦，我标题没改，等一下、哦，抱歉。哦，头好晕哦。这个电梯也可以快一点嘛？哎，靠腰啊！这里不是那个啊！哇，我要再跑一次了。他没有进入吗？哎，这附近没有进入吗？那是最近的了。哎、欸，等我一下，我去拿个电风扇，我真的太热了。啊！这样已经很近了吗？哦，感觉你想吐哎、欸！曾经一切消失的拜拜，谢谢回顾。好，要四打吗？我们直接开赌好不好？还是要四打？
应该是直接打，对不对？来来来，那我开个赌盘。哦，蜜月回来了，小白，我头真好晕哦。打这只王几次能过？杀王，知道。来，最高赌注200，给你们2分钟。哦，好晕哦。第几次过？我也不知道这哪只王哎、欸，我真的头晕了，先放过我。头晕怎么玩星海北西？讲干话、欸。来 ，Go！ 我靠，看起来有点凶哎、欸。哇，一个连段哎、欸，好猛哦、喔！哎、欸，我身上各种莫名其妙的属性是啊。哪有时间补啊？他一刀就把我满血看到靠到死了，补个懒蛋哦、喔。干，不给走近路就对了。不是啊，这路线不太对吧？他没有
捷径吗？干怎么拉啊？拉不了。哦，原来是要角度问题啊。哦，头真的好晕哦。我们以后不要搞这个好了，我想一想，好像还是不太适合做体能运动。我觉得是因为没有暖身就做，哎，妈的，我第一次打，你们第一次打，可以两次过吗？欸，重点我根本没有看过那只王是怎么样的招式，欸，我这样他就下去是不是？
欸，在我专心打的这一段时间，我突然头不晕了，欸，只是有点想吐而已，这样有比较好啊。所以是开三到四，对不对？没错吧？三到四哈，开三到四没错哈。好，开。干，一堆人赌七到八是怎样？哦，不要放过我，拜托！我真的超不想做，我真的超不想做。这啥？这边有东西啊？辉哥，妖王打了没？妖王在哪？妖王在哪？来来来，往前走。Point 那个直接拿掉，你要直接去那个，直接去网站看。哇哦，戈尔希尔特对剑看起来 好酷哦。血条很长，差不多啊，跟我的那个。看来是要往前走，是不是在妖王塔？先双子啦，辉哥。但是双子去哪？你们要跟我讲双子要去哪？因为我根本，我完全，我第一次玩，你知道吗？完全不知道哪里是哪里。看，你给我跳下去！双子就是这里探索完，靠靠靠靠！拉杆很有用。很小哎，干他很小哎，OK， 这干嘛？靠，还有什么特别的东西？烤一下就爆了。
不要来这里哦，感觉非常累。等等，记得把头发把头变蜡烛啥？这里怎么乌烟瘴气的？比我诶，把头泡在蜡里面变蜡烛头，什么鬼啊？啊！这个吗？变蜡烛头，真的可以变蜡烛头？等一下，我们去变个蜡烛头吧。怎么变？感觉蛮潮的欸。要怎么变蜡烛头？去大池中间有选项是不是 ？OK， 等一下，我现在还不想变蜡烛头。结晶圣灵，这个吗？变成零冠级欸，哦天哪，好像阿吉哦。欸，这是怎样？刚才有选项哦。你好，我是零冠级，我是今天的主播冠级。刚那边，这完全是小头欸。你好，我是今天主播冠吉。哇，你也是小头欸。为什么他欸，为什么他的比较猛啊？他的有点火，我的没点火，要怎么点火？
难道是要用火把？没有点火啊！是烧得不够近吗？靠，看来是不能点火。靠，我还以为可以点火，有点失望。不是啊，人家都可以点火，为什么不行啊？我觉得难过欸。我也想跟他一样啊。你不觉得人家那样才是真的吵吗？哦，这边可以下去，我要怎么上去啊？别跑啊！哎，干！哎，他怎么上去的？用跳的吧。我跳上去了，你这边，哦，哦，干会死欸，欸，我的头，他居然把我的造型用掉，我靠！为什么他可以那么帅？我也想要我的头可以点火。干！干！哎，靠背啊！我头好痛，我头真的好痛。我刚是走进去了，我知道，但是问题是我的尸体在哪？不行，我杀一定要先捡到我的尸体。我决定了，为了捡到尸体，我必须要。靠！我忘记我哪里上去的，靠腰。我刚走这吗？
对对对，我刚刚走这没错。这边应该有个骑士。三个小啊哈，有没有火啊？我也想要沾个火。捏火可以增加你的血的长度。为什么你这么帅？有尸体在哪？大小啊，是有两只在喷我，是不是？为什么我弹来弹去的、啊？看，不行，我一定要捡到那个，因为我身上那个有10万魂的样子。我操你的嘞！对啊，所以我觉得比起那个，我觉得使用个渔火是很划算的。低蜡烛是为了情趣啊，不是低蜡烛是因为帅啊！不觉得我刚刚变成蜡烛脸帅到翻了吗？这样子反应也太慢了吧。又变关机了。先捡魂吧。算了，我错，你比较强，你比较强，我错，我道歉，我道歉。道歉。好，在那边。
好，他位置也太难过去了吧。黑暗中的一盏明灯。喂，这也行。这也是我的，我终于可以好好的看一下这边有哪里没东西没捡了。蜡烛头啊，就是那个流行啊，蜡烛头就是流行啊。拉杆进入，先干死外面那只骑士，用我的蜡烛头。哇，他的箭头长菜花了。对，我用手把玩，我用手把。Yes, PS4. 我记得我白龙的寄生虫还没杀，刚刚不是有两条龙吗？有一条的好像还没杀到。哎，这里我刚刚来过吗？哎，对，这里刚来过。手把比较好用吗？
就个人习惯，有些人用键盘习惯的，你用手把反而不习惯。这边好像探索完了、欸。跳上来，哦！这好像是回去的路。啊！阳台那边有梯子，基本上是一个无法回头的路哎。哎、欸，那边有一只蜥蜴。干，它激活了，靠腰啊！蜥蜴要消失了。哎、欸，还在 ，OK。哎，这是刚来的路吧？17万了，这个喷掉超难，会超难过、哦。哎、欸、干，我又他妈 走到一开始的地方，白痴！啊！这里的路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多让人家往回跳的路啊？不是啊，干那个地方下去，最好是大家回到起始点哦。这是到前面，萤火，哦，干，这不就是回到一开始的地方吗？干，我真要崩溃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真要崩溃了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所以。对啊，干。
真的是绕同一个圈圈哎、欸。好，我是要反过来绕这个圈圈哦、喔。阳台，干！好了，我先去把灵魂挖一挖吧。干！哇！阳台有梯子。我先去那个吧，我先回去萤火，然后回去升个技能吧。他180000喷掉，真的会哭哦。18181818。Pretty, be careful. Ashen brick, is it?Welcome, not speak very well, then to Haken. Chun Dao 78788再换，喷掉怎么办？加好少，才加十几滴而已。Farewell, Ashen One. 有什么好武器需要做的吗？把主器都点到40点。对吧？巧克力几等？哎、欸，抱歉，我太早跳下来了，干！哎、欸，哦，我还有 bug 点了。
高等再打完，应该不用到点到很高就可以、啊、就可以打了吧？有什么好的王武要做的吗？圣者烛台，哎、欸，他实践呢？但这感觉像是法师用的，是吧？这感觉是猎龙铠甲的灵魂。哇，这猎龙大斧感觉蛮帅的。猎龙大盾。71710。乡长镇长四年选一次，可以连任几次啊？哇塞！这两个盾感觉不错哎、欸。我是不是第一轮先把所有不用耗火的先买一买啊 ？Treat the firekeeper. OK。还没做满一届就被抓去关是怎样？好，我们要回来这里了。不同个地方嘛，靠！
傻小。好烦啊！我应该是要到另外一头，然后那边有路可以走吧？啊，算了，我还是先去泡个蜡烛头吧。啊，是同个地方啊。假假，他就是打双子的哎、欸，这条路过去，欸、没关系，巧克力，我自己先玩，我自己先玩，我们等级差不多，是不是？你知道我灵魂在哪吗？干！我站到小了，不能滚，靠腰哦。一路往上冲，冲到梯子。你说，哎，主要是我不知道最后要冲到哪个位置啊！干，他给我喷到那个小，然后我那边滚半天在原地，没有办法滚，就死了。左边这条路，然后呢，我到这里，哎，不是，我是要卡的点是他妈王在哪、啊？我走到这边不是就回去了吗？
我才走完这边三分之一，干，我一直在原地绕圈圈欸。这里是个死路，靠腰来这打这是干嘛？辉哥要冲到王房吗？我想啊，但问题是我不知道王房在哪。哎呦，有拉杆。拉了以后哎、欸、，Anything happen？这拉杆拉下去有时间，我拉了欸。我已经拉了，拉了以后呢？对啊，干，问题是他妈我跟不到王在哪，往上爬吗？三只蜡烛人附近，一开始是哪边的？一开始啊，好像我往前一点哦。哦，大池子那边是。干，我刚做那个仰卧起坐三，有点三 D 晕了。拉六机关，然后先回我的那个诅咒。
这我刚来过吗？这是一开始那边啊。对，真的。欸，不行，我刚做那几下，我真头有点晕欸，我休息一下好不好？我休息个十分钟，干有点想吐欸。等我一下啊，我们大概10:25左右吧。
有想反胃，一直有反胃的感觉，你们知道吗？啊，不是，应该说我平常我本来就会三 D 晕了，但是因为平常身体状况好，所以玩起来还好，没有很晕。但是我刚做完以后，头晕的状况下玩这个就很晕。啊！是你妈的！哦天哪，尸体在哪？看尸体在哪？完蛋，我尸体在哪？一点头绪都没有了，怎么办？进去右转机关房，哪里哪里哪里？怎么办？看我的尸体到底在哪啊 ？Fuck！这边可以按吗？这边有办法升起来吗？好像没办法的。嘿，完蛋了，我喷小了，我沾到小了，天哪！有好一点，有好一点，谢谢你的关心。哎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太多了 ，too much， too much。咬人戒指，花生戒指，咬人戒指啊。哦，提升对毒寒气咒死的抵抗力。有没有萤火？萤火，萤火！前面要当心强敌。看来是要跳下去了。有句话，我还好，八万而已，没什么感觉。来，前面有强敌是吧？专杀强敌，来。你是强敌吗？
这里很血尿啊！我干！他摔死了，干，超烂！你不要搞笑好吧？你这样跳下去，我们戏要怎么演啊？啊？你这样掉下去摔死，我们这个戏要怎么继续拍下去啊？你搞笑、哦！你妈的强敌！啊，不是啊，啊这边就这样，没了吗？我就只是为了打那个强敌，然后就结束了。这里不是应该要有什么吗？就这样，这里。是不是漏了什么、啊？我杀这样又卡了。哦、oh, too much 别回头的哎、我刚没继续往上走真的假的这边有窗口出去。哦，你是强敌吗？你会跟刚刚一样吗？哦、好猛哦！接力战士的灵魂哦，好想过去哦，这边过去回得来吗？哇，有两条，干，他掉下去了，靠，哇，两个都没捡到，北区。笑，跳上来啊！跳上来啊！干你个搞笑的、欸！原地登出，再登录就在原地了，是吧？好啊。那我们再来一次，我就用你的方式试试看。原地登出是不是？刚刚在掉下去超好呆的，还好我会猛虎落地式。我在想等等要不要打星海，很久没打，昨天打一下又有兴趣了，不是又有兴趣，应该说找回了当初的感觉。别跑啊，小溪，别跑，阿达，人，哦，这里。前有伏击，
然后什么伏击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样子是不是要走两遍啊？不是吧？我以为下面只是一个比较低的房子，为什么这房子那边要有一个洞啊？靠！我要跑超远嘞！看我的九万魂！不是这里。今天台比较糊，真的假的？你是不是有？你是不是不小心调到低画质啊？你是调到低画质了？你看一下你的画质有没有错？那两只要硬打，好像真的有点困难。还有，我然后一直死，我死掉都是因为对手太强，好吗？为什么背对敌人啊？猛虎落地式，靠！要被挡住了！欸、天啊！去北齐哦！去去。也有陷阱啊，不就这里？啊！打一打一啊！你有骗你，我又怕你了。吓我一跳！我以为我要掉下去了。哦，是往这边跳吗？我是要往下跳吗？哎，另外一个该不会摔死了？
巨人打赢了吗？打赢啦、啊！余火。哦、oh, ，nice。前面要小心三人行，靠腰、喔。哦、欸，真的是三人行嘞、欸！欸、我不想死啊！还没有找到萤火，真的不想死啊！我操，好猛、喔！很装吧，孩子。这关没有火，是不是 ？OK。暴风雪是吧？我操！我的后背是中了一箭，我操！哇，看好猛！哎、欸，怎么不痛啊？安安，射爽了没？射爽了没？鬼切！哦，我要15000了，好想要回个萤火。受挫骑士的灵魂，这边是王吗？看起来往上爬的趋势哦。先踩个机关是比较重要。原来是看夕阳的地方啊！日食。哦，好，等一下哦，我先把这边捡一捡。是这样。好，去搭电梯。我知道，我先看一下这边嘛。我只为了复火焰啊！我就只是为了复火焰而已。
先回家新升技能。鬼剑很强吗？问题是我换鬼剑他没有强化，我杀这把剑都已经加十了，还加九了，加九了。鬼剑绝对不会比较强的、啊，可以看一下长什么样子。雁形大剑好像也蛮帅的。鬼切与腰断，哇，好猛、哦！啊，这我可以这样砍呢、欸。对啊，我主力。哎，他要什么？气行石圆盘，蝎行石圆盘是。黑旗大斧满伤害600，好猛哦！我没有做哎、欸，但是我有魂啊，是可以做，但是我没做。刚楼梯听说有三人行，是不是？我们是要去打一下那三人行。来啊，不是有三人行吗？高、哦，靠！这不是三人行吧？靠！我错了，对不起，你是三人行没错。干菜摔下去，摔下去我的魂就没了。哎、欸，那个金色短鼻超猛的、欸。差不多了，是要网了，到网了吗？
干！我靠！啊！吸倒回来，有种单挑！你太胖了，太胖了！啊！说话！啊！干好痛！对不起。哎呦、哦！你怎么穿过来了？干好猛哦！金黄色的短鱼，而且会飞、欸。雷布，他一定有喝雷布。啊！啊！干好猛哦！不水炮哎、欸！他绝对是鬼鬼界的骄傲。哎、欸，好猛哦、喔！这个最肥的、欸，而且还金色的。这边呢，前面怎么躲掉？对，我先杀那只西爪鱼。西爪鱼在哪？嗨，爪鱼，你的对手是我。靠！谁准你用转转转的？我好猛哦、喔！北七，北七，北七，北七！我操！我开始，我操！啊！剩下一只西爪鱼，这只西爪鱼有心事的感觉。我靠！他看到我了，我好猛哦！灵活哎、欸，太灵活吧！靠！哎！我的剑可以加10了，我刚拿到那个大圆盘是可以加10的材料。加10的，哦，这边有神秘的道路，这边有神秘的道路，应该直接走进去哦。这边有神秘的道路，哎，怎么多神秘的道路？碎片，愤怒的喷射白光，杀回了。把圆盘加在武器上面很浪费吗？圆盘数量是固定的，真假的？它不是一直刷的、喔。这跳下去就死哎、欸，是这样？哎、欸，不好说。我相信我的技术。
哦。这可以跳吗？嘿，行。哎呦，哎呦！干，好高、哦！靠那边有，拜拜！不行，我一定要下去杀他，他太棘手了，他这样一直在那边喷拜拜，谁受得了？来，一决死战吧！等一下哦，上面好东西哦，报复，他是靠，但一定是有人被他喷下去哦，所以才打个报复。所以要爬下去吗？有没有哪里东西可以捡呢？你说那个什么石盘最多九个是不是？你不管玩几周目，玩到不管玩几次，最多就九个是不是？哦。感谢哎、欸、哦，张太郎，感谢六等干爹，感谢你订阅。哎、欸，张太郎，你后来东西有寄吗？你有寄东西到台湾吗？这是要走回去的意思吗？好久没来啦，就是要我再走一次的意思吗？哎哎哎，我记得那边有一个点，我刚刚没有去。还在你家 ？OK。我记得有个地方可以跳下去，我刚没跳。妈的，我是被关厕所吗？哇，死在这了吗？等等，既然用反而骨片，我刚刚有个东西在这边啊，这里，我就是说这里。我真的不想跟你起冲突，嘎！他的剑长菜花了。
我们好像该拿都拿了齁。差不多了，我们东西捡的差不多了吧？来来来来，该打王了。罗技的滑鼠，我要去捡一下我的那个尸体吧。但是那个尸体捡得到吗？那三只会不会复活啊？靠，那三只复活，哎。我要怎么去刚那边比较快啊？我要怎么去刚那边比较快啊？原路走最快，那我还要跳那个欸。哦，有点不想回去捡了。七万大概升一级吧。前面应该就是网了，进来右转，走图书馆门口，进来右转 ，OK。我们等下打星海哦，我头好晕了，又晕了。我们捡完那个尸体，这样我们要打完吗？4500，无忧无虑。好，我们今天打星海，我头真好晕哦，受不了了。明天再来打这个。没有，我后来是，后来我打了12次没有过，我就用风之伤一次就过。干，真的好想吐啊！我觉得我还是把那个运动那个拿掉好了，那个我做完运动再玩这个，我真的完全没办法，头超晕的。Pretty be careful like that.
That is good, wasn't it?欸、真的可以强化哎、欸，可是强化真是很浪费、啊。Pretty, be careful. 来打星海。